好，欢迎大家收看《神奇宝贝百科》系列影片，我是老肉的秘书小肉。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种族值最高的10大纲属性神奇宝贝。第8位到第12位种族值同为600的有超级进化巨前螳螂以及传说的宝可梦席多兰恩、玛基亚娜、盖诺塞克特和基拉奇。 巨前螳螂的英文名叫做 Caesar， 日文名叫做 Asam， 它是虫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巨前螳螂全身覆盖住赤红色的钢铁铠甲，一般的攻击无法伤害到它。巨前螳螂后背有两对半透明的翅膀，由于体重太重，它失去了飞行能力。不过，巨前螳螂会通过扇动翅膀来调节体温。巨前螳螂巨大钳子上有眼睛一样的图案，看起来像是有3个脑袋。它会挥舞住这对钳子威吓敌人。超进化巨前螳螂的钳子像是张开的大嘴，上面长满了尖锐的牙齿。 巨前螳螂的钳子拥有轻松将敌人夹得粉碎的力量，不过比起夹住敌人，它更喜欢用粗重的钳子将敌人砸扁。巨前螳螂虽然是由飞天螳螂进化来的，但它的种族值总和仍然是500，是唯一进化前后种族值总和不变的宝可梦。巨前螳螂的虫属性和钢属性的属性组合是弱点最少的组合之一，只有火属性可以对它效果绝佳。 席多兰恩的英文名叫做 Heidron， 日文名叫做 Heidron， 它是火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传说是远古时代的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之间用强大的力量碰撞落下的碎片变成了席多兰恩。席多兰恩体内流淌着像熔岩一样沸腾的血液，虽然它拥有坚硬的钢铁身躯，但也会因为自己发出的高温而一点点融化。席多兰恩生活在火山的洞穴之中。 它有巨大的嘴巴，当嘴巴张开时，体内的能量就会向外喷涌。席多兰恩的爪子非常有力，能够深深插入墙里，因此它可以在墙壁上垂直行走，或者是倒挂在天花板上。席多兰恩是唯一既有雄性又有雌性的传说宝可梦。席多兰恩是唯一拥有火属性和钢属性组合的宝可梦，它也被称作火钢手。 玛基亚娜的英文名叫做 Majorna， 日文名叫做 Majorna， 它是钢属性和妖精属性宝可梦。玛基亚娜是在约500多年前由杰出的天才科学家所制造出来献给公主的宝可梦。刚被制造出来的玛基亚娜身体的颜色是金色和红色的，后来经过长年累月的褪色，变成了现在的颜色。玛基亚娜的胸口嵌有1颗球体，称为魂心，是玛基亚娜的生命和灵魂所在。 玛基亚娜拥有可以感受其他宝可梦心情、思考和身体状况的能力。她性格温和，当她感应到有需要帮助的宝可梦时，就会尽力去照顾对方。玛基亚娜在睡觉或者伤心时会变成1个球体，她的手臂末端可以打开，并伸出1束花。盖诺塞克特的英文名叫做 Genesect， 日文名叫做 Genosecto， 它是虫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 盖诺塞克特直立行走时，像是来自外星的机器人，全身包裹住紫色的铠甲，它的背上装有威力惊人的巨炮。盖诺塞克特飞行的时候，会将身体收缩成1个圆盘的形状，因为减小了飞行阻力，所以盖诺塞克特拥有极高的飞行速度。盖诺塞克特是从3亿年之前就存在的宝可梦，在当时的年代被称为最强的猎手。 后来被等离子对从化石当中唤醒，并被改造为战斗的武器。盖诺塞克特背上大炮的力量得到了提升，它可以装备4种不同属性的卡带，分别是闪电卡带、火焰卡带、冰冻卡带以及水流卡带。相应的，它的专属招式高科技光炮的属性会变为电属性、火属性、冰属性以及水属性。 基拉奇的英文名叫做 Jirachi， 日文名叫做 Jirachi， 它是钢属性和超能力属性宝可梦。基拉奇拥有类似星形的外形，背部有2块布条一样的翅膀，腹部有类似眼睛的器官，星形的角末端有3条蓝绿色的长方形许愿尖。基拉奇在法恩斯的大峡谷里沉睡了1000年，在这期间，它会用坚硬的结晶体包裹住身体，保护自己不受侵扰。 当千年彗星出现时，听到纯洁的歌声的基拉奇从1000年的沉睡中醒来。1000年间，他只会觉醒7天。基拉奇拥有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能力，许愿者要让基拉奇腹部的真实之眼睁开。醒来后的基拉奇可以实现星形末端许愿尖上的愿望。虽然基拉奇沉睡的时间长达1000年，不过他在睡梦中也可以感知危险。如果有危险来临，他会在睡梦中进行战斗。第7位。排在第7位的是种族值610的超进化大钢蛇。大钢蛇的英文名叫做 Steelix， 日文名叫做 Heidron， 它是钢属性和地面属性宝可梦。大岩蛇在携带金属膜的情况下进行连接交换，就会进化为大钢蛇。另外一种说法是，大岩蛇吞下的泥土中所含有的钢铁成分积存起来，久而久之身体就开始钢铁化了。大钢蛇生活在深层地底，喜欢用结实的下巴咬碎岩石来挖洞，有着即使在漆黑的地底也能看清东西的双眼。大钢蛇会朝地球的中心进行挖掘，有时候洞的深度可以达到1公里。常年经受地底高温和高压环境的锻炼，使得它的身体变得比任何金属都要坚硬，甚至可以媲美钻石。超进化大钢蛇的体型更加巨大，在脖子周围漂浮住一圈碎片，碎片分为6组，围绕大钢蛇的身体旋转，这像极了人类专门用来挖隧道的盾构机。第6位，排在第6位的是种族值625的超级进化Lucario。Lucario的英文名叫做 Lucario， 日文名叫做 Lucario， 它是格斗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Lucario的外形像是直立行走的犬类，全身的皮毛由蓝色、黑色和黄色组成。超进化Lucario增加了红色的毛发。Lucario平常性情冷静，对训练家极为忠诚，可以理解人类语言。Lucario面对敌人时毫不留情，对待弱小的宝可梦时又极其温顺。Lucario非常擅长利用波导，他使用波导来与同伴交流，探知周围的情况。Lucario的波导可以探寻到周围1公里以外的范围。在对战时，他可以通过侦测对方散发的波导来读取对方的想法和动作。超进化的Lucario由于沐浴在爆发性能量中，对敌人的攻击变得更加凶猛和无情。Lucario是所有钢属性宝可梦中速度种族值最高的。电影《梦幻与波导的勇者》Lucario是第1部以非传说宝可梦为主角的精灵宝可梦电影。第5位，排在第5位的是种族值630的超进化波士可多拉。波士可多拉的英文名叫做 Aggron， 日文名叫做 Bosgodora， 它是钢属性和岩石属性宝可梦。超进化波士可多拉是钢属性宝可梦。波士可多拉身上覆盖住黑色的岩石铠甲，头上则是银色的钢铁铠甲，这些铠甲使它拥有难以置信的防御力。波士可多拉以铁为食，它会用头上的角来挖掘隧道寻找铁矿石。因为每过一段时间这对角就会变长一些，所以可以以此来衡量波士可多拉的年龄。波士可多拉是性情凶暴且具有攻击性的宝可梦，它会将整座山认定为自己的地盘。对于擅自闯入自己地盘的宝可梦，它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波士可多拉身上的伤痕不会痊愈，它们自豪地将这些伤痕作为战斗的纪念品。超进化波士可多拉身上全部变成了钢铁铠甲，因此它的属性也变为了单一的钢属性。它是唯一一只超进化后属性减少的宝可梦。第4位。排在第4位的是种族值680的传说宝可梦索尔加雷欧。索尔加雷欧的英文名叫做 Solgaleo， 日文名叫做 Solgaleo， 它是超能力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据说索尔加雷欧栖息在异世界里，自远古时代起，它作为太阳的使者备受人们崇拜，古人怀住敬畏之心，称之为吞食太阳之兽。索尔加雷欧体内蕴藏住莫大的能量，会一边释放光芒一边奔跑。散发出耀眼光辉的索尔加雷欧会将夜晚变得像白昼一般明亮。索尔加雷欧的鬃毛向四周伸展开来，其身姿犹如光辉的太阳。使出招式流星闪冲和 Z 招式日光回旋下苍穹之后，索尔加雷欧会启动旭日状态。旭日状态的索尔加雷欧身体变得更加明亮，虽然看起来增大了自己的能量，但其实能力值并没有提高。虽然宝可梦图鉴提到索尔加雷欧是科斯莫古进化后的雄性宝可梦，但其实索尔加雷欧并没有性别。索尔加雷欧在游戏里的叫声拉利欧娜，是由夏威夷语的太阳和狮子2个词所组成。第3位，排在第3位的是种族值680的传说宝可梦黄昏之宗形态奈克洛兹玛。奈克洛兹玛的英文名叫做 Necrozma， 日文名叫做 Necrozma， 它是超能力属性宝可梦。黄昏之宗形态奈克洛兹玛是超能力属性和钢属性宝可梦。一般形态的奈克洛兹玛的身体是由黑色的晶体材料构成的，能够像棱镜一样折射光线。它的头部连接的巨大突出物其实是它的尾巴。奈克洛兹玛性格非常粗暴，只要有人接近就会用激光进行攻击。通过与索尔加雷欧或露奈亚拉合体，奈克洛兹玛可以变为黄昏之宗或拂晓之翼形态。它会将身体分裂成一片片的护甲，来包裹住索尔加雷欧或露奈亚拉。 奈克洛兹玛拥有控制光的能力，光是它的能量来源。如果不吸收光的话，它的身体就会发黑，变得不能动弹。吸收了压倒性的光能量之后，奈克洛兹玛就会变化为究极形态，它的全身都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由于为原本被黑暗笼罩的阿罗拉地区带来了光，因此被古代阿罗拉人尊称为光辉大神。 究极奈克洛兹玛全身散发出的光，会对生物和自然发生作用，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第二位，排在第二位的是种族值680的传说宝可梦蒂亚卢卡。蒂亚卢卡的英文名叫做 Dialga， 日文名叫做 Dialga， 它是钢属性和龙属性宝可梦。蒂亚卢卡的身体大部分是深蓝色，全身各处都有钢铁般的盔甲和尖刺，背上靠近尾巴的位置有一个翼状结构。 在神奥地区的神话中，创世神阿尔宙斯创造了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分别让他们掌控时间和空间。蒂亚卢卡有助控制时间的能力，被称作时间之神。当蒂亚卢卡的心脏跳动时，时间就会流逝。它可以扭曲时间，以让时间加快或减慢，甚至停止。当它控制时间之流时，背上的翼状结构会扩大。 蒂亚卢卡对自己的领地有强烈的保护欲，尤其是面对帕路奇亚时毫不留情。他们见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暴力冲突。蒂亚卢卡是拥有唯一属性组合钢属性和龙属性组合的宝可梦，它拥有龙属性专属招式时光咆哮。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种族值700的超进化巨鲸怪。 巨鲸怪的英文名叫做 Metagross， 日文名叫做 Metagross， 它是钢属性和超能力属性宝可梦。巨鲸怪的外形像是坦克或者螃蟹，脸上有两根金属条拼成的 X 形状的装饰。巨鲸怪的四条腿像是四只铁哑铃，对照它的进化前身金属怪，可以推断出两只铁哑铃形成一只金属怪，而两只金属怪形成一只巨鲸怪。超级巨鲸怪是由一只巨鲸怪、 一只金属怪和两只铁哑铃组合而成的，它的体重也刚好与这四只宝可梦的体重之和相等。巨鲸怪的四只脚可以折叠起来，利用自己的超能力使巨大的身体悬空以及飞行。由于巨鲸怪拥有4个大脑，所以它的智力非常高，它的计算能力甚至可以媲美超级计算机。在战斗中，巨鲸怪会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计算能力分析对手，冷静地将对手逼入绝境。 至于超级巨鲸怪是否有8个大脑，目前还无法确定。巨鲸怪是唯一完全不具备龙的形象的准传说宝可梦，它也无法学会任何龙属性招式。超级巨鲸怪是所有非传说宝可梦当中体重最大的。以上就是种族值最高的10大钢属性神奇宝贝，欢迎大家在留言里列举出自己最喜欢的钢属性神奇宝贝，在今后的影片中，我们来评选一下最有人气的钢属性神奇宝贝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不要忘记点一下喜欢按钮。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观众，请点击一下订阅按钮，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闹铃标志，这样每当有新影片发布，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下期影片将会跟大家一起盘点种族值最高的10大妖精属性神奇宝贝，敬请期待。